乱来。哎，好，一样限时三十秒喝完，对，三十秒。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三十秒，喝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喝快一点。因为你的礼物呢，就藏在最底下了，快点。哇，哎，很会喝哎，大家都很会喝哎，很会吸哦，大家都很会吸，吸很快啊。看到答案了没有？看到礼物什么？来，大声告诉我礼物什么？来，大声告诉我你的礼物是什么？跟华华抱抱。哎，这个同学不行啊，赶快换人，我来看是什么。一样的，恭喜你获得一箱橘子吃，来恭喜你，来橘子吃送上你，来恭喜。好，谢谢这位朋友，来好，那你先下去了 ，OK， 谢谢。但是呢，我来先问一下现场的朋友，来，我们辣妹先在这边给大家拍个照，来，我现在问一下现场的朋友，你们知道爆裂比基尼除了就是可以把辣妹这样爆裂开起来之外，就是还要做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没有这件事情，我们爆裂比基尼就不能叫做爆裂比基尼，有人知道吗？哎，你真的是 pro 级呢！哎，我直接来问你，来大声点告诉我们，爆裂比基尼一定要做什么事情？讲笑话。对，就是要讲笑话。我们华华准备好来讲个笑话跟大家接听的吗？好。